中国女星张嘉倪因演出《延禧攻略》视频爆红，受封最美妃子。日前参加陆纵《乘风2023》，再次受到热烈关注。今天她就被目击搞笑的一幕，只见她坐在椅子上滑手机，一手拿着奶茶开始喝。不过奶茶疑似杯盖没封好，导致她一边喝一边流出，让她衣服上都是奶茶。而她却滑手机滑太认真，完全没发现奶茶一直狂漏。过了一下，她才发现，还愣看了一下奶茶跟衣服，才后知后觉崩溃喊着救命。片段瞬间就在网上疯传，网友看到后纷纷笑翻，直呼漏饮料就算了，还愣了好久不敢相信，一半喝一半放声，很久没看到明星这么好笑的图了，这是什么笨蛋美女啊。